在我驾两斤江龙就唔惊死嘅，所以说呢，我们的观光业发展出一个叫做 shark diving， 与鲨鱼游泳。我常常拢生这种诶，无就是讲含 lion walking 啦，无就是 shark diving 啦，有只有诶无诶。啊，这个 shark diving 是怎么样呢？它是把你放在一个海底的，只有这边，它会跳起来，哎。然后他的 prey 是什么？就是这些 seal， 奇怪，他们也是搞不懂会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只有这边。而且吼，阮遮啊呐，风足透的，常常咧刮风。啊，因为伊遮吼，拄好是你已经买到非常 prime area 的房子了，可以的，可以的。那有一些更好的，在那个方，在来说大概是1-2% of the value 这样子。然后当然在 hum long long 的，再加上那个中介费啦等等之类的，85,000块钱没那么高。就算 hotel 的 GM 呢，他拿到手上也应该是没有到8万才有办法。你说当地我们要就是 OK 商业的那个 business 的，还有那个 industrial 的哈，弄好银布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条路，半岛的艺术。无啦，我在听下面。Cape Point 啦，就叫 Cape Peninsula。Cape Peninsula。该坐多贵啊！但是我以前是安尼吼，我准炸吼有叫做 Grade 1、Grade 2、Grade 10。那也就是呢，这一段从国小我们叫国小，从台湾的特女们会比较 making sense 这样子。
在国三以前我们念总共有，那他就会跟你写 medical requirement， 这三年他需要你念什么科目，那一定有 biology 嘛，对不对？哦，那一定要有 science 嘛，一定要有 math 嘛，一定要变了一个说法。以前我们是什么 grade one grade two， 然后 standard one 到 ten， 现在是 standard one， 然后再来呢就是 university。所以说呢，大概这个分法跟应该是跟美国差不多，只是一个叫法不一样。Richard， 这个是你要知道的吗？我那时候的 official language 只有两种嘛，就是英文跟 Afrikaans， 人也很多。Portuguese 也很多、哦、这些人都很多，所以说呢这些葡萄牙裔的行李，那如果今天以外我要去找头路、哦、大家是争着要我，为什么？因为我是黑人。你说呢有几个这个世界知名的车子呢，也都是在这边哦，赛车，嘿，有不是就是在那边拍广告，嘿，就是来这个广告他们的这个性能这样子。啊，想喝酒的时候，有我讲过嘛？在这听我穿比基尼骑马。OK， 然后你看到这边前面呢，这边有一大片的，完全都是 preserved 的。不能够盖房子，也不能够开发，为什么 ？Along the Chapman Peaks Highway, North Hook, famous for horse farms. 温度几度？温度啊，你再来一下。National Park at Boulders for Penguins.
OK， 我现在呢先来挑这个第一站让你们呢去照相，这个呢也就是好望角了。来，要跟你们讲一下好望角的由来。在1488年多公里远的一个城市叫做摩梭湾 Muscle Bay， 在那个地方 landing。 那当时候你要注意，就是说那念15、16世再走一次啊，下令再走一次，因为他觉得说既然呢你已经到达了这个角呢，基本上可能离亚洲已经不远了，所以说呢就下令说你个起一抓啊，绕过这个可以包不好。Good.